上一集呢就说到，在铁木真的请求之下，王涵呢就允许自己的克烈部，还有那个扎木合啊，就组成这种联军，一起呢为铁木真报仇雪恨。王涵和扎木合这两个部落的联军啊，加起来人数呢共有四万。深知这扎木合啊他会带兵打仗，王涵呢就推举扎木合，让他作为联军的统帅。对此，铁木真肯定是没有任何异议。 扎木合本人呢，虽然这个王涵比他年纪大，还不重又多，但他还是觉得，哎，我扎木合自己当这个联军统帅啊，理所当然。要知道，在当时的草原上集结数万大军，保密是最大的事儿。为了防止走漏消息，扎木合呢就建议这个联军在卧南河上游，把那个博托罕、博乌尔支这个草原啊秘密会师。那么会师的具体路线呢，就是扎木合率领他手下兵马。 沿着窝南河谷呢逆流而上，王罕和铁木真呢，他们双方率领各自的人马，在这个布尔罕合勒敦山，也就是今天蒙古国的肯特山嘛，在那里碰头。而后，他们这两支军队在一起赶到这个伯特罕博尔之这个草原，和扎木合的部队呢会合。而且，扎木合在他们干这场大事之前，就派人对个王罕和铁木真，就对这两个人千叮咛万嘱咐。 让他们千万不能让蔑尔乞人啊觉察出动静来，否则呢，呃，这次军事行动啊就会前功尽弃。王涵率领他手下那克列部人马也是一路狂奔，哎，最终还是比约定时间啊迟到了三天。对此呢，扎木合也是一点不留情面，在大帐之中就训斥那王涵，就说你不遵守事先的时间约定，来晚了，你还别说，王涵当时岁数最大，他还挺能忍，啊，当时就为了大局着想吧。 忍气吞声，当众呢，他还向扎木合表示道歉。啊，确实他来晚了。铁木真、王罕、扎木合这三支联军所要面对的蔑儿乞人呢，是当时草原上一支实力强大的部落联盟。这个蔑儿乞人啊，它是由三大部落组成：乌都义替部啊，住在这个布拉川，也就是今天蒙古国布拉河流域那一带。 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先前抢走铁木真媳妇儿波尔铁的那个托黑托阿，而他所在的部落呢是蔑尔起部三个部落当中最强大的一支。另外一个部落呢叫乌阿斯部，他的头领呢叫达亦儿乌孙，他所率领的族人呢居住在这个塔勒浑岛地区，也就是今天蒙古国鄂尔浑河和那个色格嫩河靠近处那个三角洲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部族呢叫和阿替部。 他们的头领呢，叫何阿台·达尔巴拉，他所率领的族人驻扎在这个和达拉之草原一带。这个部族啊，他们当时就占据外贝加尔湖那一大片广阔的地带，还包括广袤的草场，还有茂密的森林。仔细分析了敌人的实力和分布情况之后呢，扎木合就命令这个联军啊，绕开兀哇斯部，集中力量专门攻打乌都亦惕部。 只要击溃了乌都义惕部，蔑尔乞人剩下那两支部族啊，他们那个军队啊就不足为虑。就在当时呢，这个联合军队啊，他们最佳的进军路线，应该是从这个博托罕博尔之草原出发，绕过那布尔罕山，顺着赤苦河呢，从东南方向直接发起对布拉川的这个方向的进攻。这条路线呢，不仅行进畅通，而且还能省却渡河的这样的麻烦。 但千好万好，就一条不好，就是说，如果走这条路，就很容易提前暴露啊行军的这个动向。对于扎木合来讲呢，他就想要一举消灭蔑尔乞人的这个主力。如果想一举成擒，就必须要出奇制胜。于是呢，联军在扎木合的带领下吧，一路向北，翻越库门山之后，顺着赤可一河啊，他那个蒙扎谷再往下走，穿过蔑儿寒山口，一直进军到呢。 秦勒霍河夜色昏黑之际，扎木合下令大军就地伐木啊，做成那排筏，就想趁这个夜色强渡啊这个秦勒霍河。由此一来呢，就可以直接攻入那布拉草原。只要联军能够渡过河，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突袭蔑尔乞人，就那个托合特阿他所在的营地，把这个蔑尔乞人主力军的老巢啊，来个一锅端。 毕竟，扎木合啊、王罕啊、铁木真他们这个联军啊，四万多人啊，渡河的时候难免啊就暴露行踪。而就在当时的这个秦勒霍河这个河边，住着一些呢，莫尔乞人的那些捕鱼的啊那些族人。这些人忽然看到数万大军就在河边林地里啊，砍伐树木做那个渡河的筏子，立刻引起了这些人的高度警惕。于是呢，这些密尔起步。 他们部内的这些捕鱼人，他们的头人马上派人快马加鞭通知托黑托阿，说现在已经有大部敌军马上要渡河来犯。当时黑夜之中啊，托黑托阿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没法知道来犯的敌人是谁，来犯的敌人到底有多少人。但有一点他确实很清楚啊，这个捕鱼人的首领也就告诉他了，对方来人很多很多。由、嗯、此一来呢，托黑托阿就惊慌失措，不仅他惊慌失措。 乌都 ET 部族上上下下都乱成一锅粥。他们这个部族大小头目当时想的啊，不是如何组织自己的队伍迎敌，想什么呢？如何快速逃离？而当时拖黑拖阿和那个乌阿四部那个头领达伊尔乌孙呢，这两个人关系不错。情急之下，他就率领几个心腹，啊，骑着快马奔到这个达乌尔乌孙他的营地，然后叫上对方一起，呃，大伙儿一块逃命。 托黑托阿、啊、和这个达尔乌孙呢，以及他们的几个手下吧，刚刚跑出去没多久，扎木合、王罕还有铁木真的联军呢，已经杀进了他们的营地。兵贵神速，就是由于扎木合指挥得当，联军行动这个非常迅速。杀到蔑尔启部族的营盘之后啊，到处放火，四处杀人。因此，这蔑尔启族人啊，完全没有任何的呃准备，许多人啊，懵懵懂懂的，刚刚跑出帐篷。 就被骑马狂奔而入的联军啊砍死在当地。扎木合和王涵啊这两个人确实是啊都是指挥若定，他们的手下兵士啊趁着黑夜吧，等于从容进攻，到处杀人，而且还在蔑尔乞人的营盘当中大肆决裂，大抢大杀一番之后，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蔑尔乞族的这些男人都被联军俘虏了，连同他们妻儿家产，包括他们所有的牲畜一起，这些呢都成为联军的战利品了。 沙木和和王涵，他们的手下四处杀人抢东西，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亦不在此，他们干嘛呢？就一直在蔑尔乞人的营盘当中寻找铁木真的妻子波尔铁。铁木真本人呢也是心急如焚，骑在马上高举火把，仔仔细细的观察。他当时唯一的愿望就是从这个人群当中啊找到他自己的爱妻。苦心人天不负，透过刺目的烟幕啊，这个铁木真远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不是别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妻子孛儿铁。孛儿铁呢，这个、时候也看见自己的丈夫了。啊，当时他满脸泪水，踉踉跄跄，不顾一切的朝铁木真跑过来。而在他身后呢，还跟随着铁木真他们一家忠实的那老女仆霍阿黑臣，当时那情景还是非常感人的。啊、铁木真看到自己的妻子孛儿铁之后，马上飞身下马，迎上前去，把妻子呢紧紧搂在怀中。啊，当时这个欢喜的眼泪啊，夺眶而出。 接下来，铁木真就高声喊道：“我的妻子找到了，今晚行动到此结束，我们马上在这里驻扎。”铁木真的建议呢，自然得到了王汗和那札木合联军军人的积极响应。如今大家突袭得手啊，蔑尔乞人不战而退，又俘虏了这么多的财物和牲畜，还有成帐成帐男女俘虏，这些人都可以当做奴隶来享用，自然马上就可以搭起篝火啊，开宴庆祝，夫妻重逢。铁木真不尔铁。 本来是天大的喜事，但当晚就在帐篷之中，铁木真立刻就有新的发现了。发现什么了？九个月前，他的爱妻博尔铁被蔑尔乞人抢走啊！那个时候好好的，如今呢，他已经小腹隆起，显然是有了身孕了。先前博尔铁被这个蔑尔乞人抢走之后啊，蔑尔乞这个头领脱黑脱阿、啊、就把他分给那个敕勒格尔做性奴。迄今为止，铁木真的媳妇儿等于已经在。 啊，敌人的营盘待了九个月了，所以波尔铁府中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你还真不好判断。当然了，和当时我们中原汉人道德观不一样，草原民族的男人呢，性情是比较豁达的。铁木真呢，又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这样一个伟男子，在他心中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即使波尔铁怀的不是自己的骨肉，也绝对不是他的过错，而是自己的过错。 就是因为先前啊自己没有能够啊及时保护好妻子，才让他沦落到敌人手中啊吃苦受辱。后来呢，博尔铁就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树赤。树赤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如果把这个蒙古语的语音翻译过成汉语是什么意思呢？来历不明者。这男孩的名字肯定是他爹起的，是铁木真起的。由此可见，从这个铁木真本人来讲，他对树赤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骨肉？ 还是有困扰的，来历不明嘛，是不是自己的儿子呢？百分之八九十不是。术赤出生之后呢，铁木真对他还是非常疼爱的。但到了后来，铁木真他那几个孩子争夺继承人的时候嘛，铁木真的次子察合台就当众羞辱他这个大哥术赤，使得术赤呢就失去了继承汗位的资格。无论如何，铁木真这一辈子，终其一生，他对于自己的正妻孛儿铁啊，是一直非常爱惜和敬重的。 从来没有冷落过这个女人，而且作为患难夫妻，博尔铁呢，在铁木真心中，他的位置确实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大蒙古国后来分封的那四大汗国的开创者，也都是他和博尔铁所生的四个儿子。铁木真现如今找到了先前被抢走的自己的爱妻博尔铁，而他那同父异母的兄弟别勒古台呢，也到处在找找谁呢？找他自己的生母素赤杰勒。 这小伙子呢，四处高声呼唤，哎、啊，就想找到他的母亲。但仔仔细细搜查了每一个蒙古包，验看了每一个蔑尔乞人这种女性俘虏，包括那些尸体什么都查了个遍，就是没有找到他母亲的身影。难道自己的生母已经不在人世了吗？别勒古台这个时候内心当中焦急如焚。其实啊，当这个扎合台、铁木真、王涵的联军，他们的人马冲到蔑尔乞人的营盘后不久啊。 素赤杰勒早就听见了儿子急切的呼唤声，犹豫良久，他还是穿上了一件破旧的羊皮袄，趁着当时啊那种杀伐的四处混乱战斗那混乱当中啊，逃出了营地。逃出营地之后呢，这个女人就迅速躲入深山密林之中，此后她就下落不明了。素赤杰勒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呢？说法多多，应该啊，这个女人是出于羞耻心。 哎，才做出这样不辞而别的行为。我们想一想，他身为乞颜部这个首领也速该的妻子，被掳之后呢，受到蔑尔乞人的侮辱啊，一直苟活于世，使得夫君也速该他的英名呢，肯定是呃、啊、蒙上了大羞。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时这个女人呢，就觉得嗯再没有颜面啊，见到自己的儿子啊，见到自己的族人。原始彩蛋，喜欢数学的大喊。 我们一说起蒙古的这些皇帝啊、大汗啊、这个高等权贵啊，都以为啊，这帮人只知道征战天下，啊，只知道到处骑马去杀人啊、抢东西啊。实际上，在他们当中啊，也有非常好学的这样的榜样。比如说，成吉思汗那孙子蒙哥汗，他作为大蒙古帝国的这个大汗，在他拿到《几何原本》这本书之后，哎，哥们儿就走不动道了。 拿在那儿呢，仔细看的，这绝对是特沉浸。《几何原本》这本书呢，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写成了一部数学经典之作。你在历史上，你但凡这数学家，都把它当做这个这个数学经典。蒙哥汗这个人呢，你看又爱喝酒又爱吃肉的，结果哎，他还特喜欢数学，拿着这本书之后就爱不释手。所以呢，这位大汗闲暇的时候他就是喜欢研究几何学。 因此呢，蒙元时代，阿拉伯数字首次传入中国，肯定是有这位蒙哥汗的他的功劳的。蒙古铁骑西征的时候，横扫欧洲啊，那肯定战利品、金银财宝缴获无数。哎，蒙哥汗呢，却偏偏喜欢啊这些数学的典籍，当然肯定是你要把它翻译成这个这个他能看得懂的这种文字了。 我们上一集呢就说到，铁木真呢找到了他自己的媳妇儿啊波尔铁，但和铁木真同父异母，他那兄弟别勒古台，找遍了蔑儿乞人的营盘，最终呢没有找到他的生母。当时呢这别勒古台也是悲怒交加，跨上战马开始张弓引箭，不停的射杀那些到处逃跑的蔑儿乞人。大胜之后，联军呢点查俘虏。 铁木真兄弟呢，就找出了当初啊参与劫掠波尔铁行动的那个蔑尔乞人，一共找了三百多人。这些人被抓之后，不仅参与行动这个三百多人，包括他们的直系亲属、子女，全部在营盘之中啊当场屠戮。而这些俘虏呢，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孩童，男男女女，也全部变成了乞颜部的奴婢。蔑尔乞部啊。 经过这次大战之后啊，绝对是受到重创，从此之后就一蹶不振了。那两个首领托黑托阿和达依尔乌孙这两个人都不跑了吗？他们就仓皇北逃，一路呢也是聚集了一些有命逃出来的，他们那些残余的部众啊，绝对是狼狈不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逃。后来呢，他们就逃到外贝加尔湖一带那密林当中啊，那草地当中，就在那些地方苟延残喘。 米尔起部内部，那么还有一个赫阿替部族吗？他们的头领呢，叫赫阿台达尔玛拉。这个人挺倒霉的，他在战斗当中呢，啊，就被这个联军啊给抓住了，成为俘虏了。于是这哥们脖子上被戴上沉重的木枷。为了羞辱这个米尔起人的首领呢，在返程途中，联军呢就让他光着脚，光着身子走在俘虏的最前面，脖子上还套了一大木枷。 我们要知道啊，蔑尔乞人的祖先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而这次大败之后，有命逃出的那些失败者，后来也是屡次返回这个大草原中，啊，不停地和铁木真和他的手下进行交战，但最终这些人就总是被铁木真和他的军队打败。布乌拉川战役，这次呢联军大胜，把这个蔑尔乞人呢是打得一蹶不振了。 大胜之后呢，王涵就带着他自己的克烈部，哎，那些战士呢，返回他的营地，就土拉河这个黑林的驻地。铁木真和扎木合呢，这兄弟两个人当时还是没有离开。经过这次战争的洗礼，他们童年的友谊呢，就进一步得到升华了。哎，这哥俩有着说不完的知心话，不分白天黑夜，天天腻在一块儿，纵酒狂欢。 大醉之后呢，往往这哥俩又在同一个蒙古包内啊，一起这个啊同宿而眠，待了好多天。最终，这哥俩决定就让他们各自统领那个部落，就合为一处。这样的话呢，兄弟两个人就可以朝夕相处了。为此呢，铁木真还主动放弃他自己原有的营地，就和扎木合啊啊一起合营了。住在哪儿呢？斡难河附近的那个霍尔霍纳黑川，在那里游牧。 霍尔霍纳黑川呢，这个地方它属于鄂嫩河的支流。大概其呢，就是在今天的库尔克呼河那一带。又过了一些天，哥俩决定再结拜一次，就重新结拜一次，再次成为呢更亲密的安达。结拜之后，他们还互赠珍贵的战利品。铁木真呢，把自己从托黑托阿那里啊抢夺的一条这个金牌腰带和一匹小马驹儿，送给扎木合。 扎木合呢，也把自己的战利品，就是他从达儿乌孙那里抢到的一条金牌腰带，以及呢一匹白色的两种母马，回赠给他的安达铁木真。霍尔霍纳黑川啊，附近啊有一个地方挺有名，这地方叫什么呢？呼勒达河尔，是一个高耸的危崖，崖前面呢有一棵高耸入云的松树。也就是在这么壮美的天然伞盖之下呢，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个人重新盟誓。 再次结为安达，再次结为兄弟。哎，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绝对是如漆似胶，完全啊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那样。确确实实，日后这两个人的关系呢，也和情侣还真一样。怎么一样法呢？关系再甜蜜的恋人，实际上呢，往往也经不起日后那些柴米油盐的平淡的日子。铁木真和扎木合兄弟俩这种还类似蜜月的友谊吧，持续了一年半。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两个人之间慢慢也产生了嫌隙，产生了隔阂。而产生隔阂的原因呢，实际上挺简单的，因为这个时候这俩人已经不再是当年天真的少年人了。如今他们各自手下呢都有一拨人，作为部落头领，他们两个人肯定在许多事情方面都要从自己部落的整体利益考虑。而当时扎木合和铁木真两个部落实力对比过于悬殊，扎木合呢不足强盛，财大气粗。 铁木真手下那些他的族人和财产牲畜啊，和扎木合他的部族相比、哎，几乎就是要饭花的。时间一久，双方那族人就难免产生矛盾。两个哥们在一块天天喝酒吃饭，还、哎、挺快活的，没什么摩擦，没什么纠纷。但他们手下那两个部族，这么多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没那么快活了。日子一久，双方的怨气越积越多。终于有那么一天。 在转移牧场的时候呢，扎木合和,和铁木真骑在马上，并肩站在高地，就指挥各自属下的这个族人啊啊收拾东西转场，看着这些马群和牛羊，扎木合当时若有所思啊，当时就说了：“吾鸳鸯而下，则放马者有营帐可居；至见底，则牧羊者有水可饮，真行事之地也。”扎木合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铁木真听扎木合这么一说呢，表面上啥事儿没有，挺平静的。但他心底呢，因扎木合这句话，抖起波澜。他就认为啊，这个安达扎木合啊，意有所指啊，跟自己啊是暗示别的意思。所以到了晚上，铁木真一家人吃饭嘛，铁木真就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提到了扎木合白天说的这番话。铁木真的母亲和鄂伦呢，当时没有马上表态。 但他的妻子波尔铁想法挺多的，马上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听说扎木合这个人啊，一向是喜新厌旧。他今天这番说话，分明是对我们产生了厌弃。现在呢，咱们各自部落的人互相之间的矛盾嫌隙越来越多，我们再也不能啊和他们再住一块儿，啊再在一块儿什么游牧啊、什么吃饭啊、居住了不行。不如啊，我们就趁着夜色，带着自己的族人啊，我们迁到别的地方去，咱们不和他们一块儿过了。 铁木真呢，在创业初始阶段，他还特别听他的妻子波尔铁的话。由此，铁木真就下定决心，和安达扎木合分道扬镳。他行动还挺迅速，就和兄弟们开始指挥部众，趁着当时天黑啊，迅速的开始转移了，就等于脱离了扎木合的他们的营盘。而先前经过那次对蔑儿乞人的大胜之后呢，铁木真在扎木合他的帮助之下。 声望越来越高，因此呢，从前分散在各地的那乞颜部部众啊，也都陆续赶来投奔铁木真。所以，在这个时候，铁木真和这个扎木合分家的时候，他属下的乞颜部的部落人口在当时也有一万多人。正因如此，铁木真呢，才有足够的底气呢，离开扎木合。等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初升，扎木合醒了，忽然就发现铁木真的营地已经没有一个人影了。 非常奇怪的是什么呢？扎木合对于铁木真这种不辞而别啊，当时没有什么愤怒啊、惊讶啊，似乎没什么反应。由此可见，当时这扎木合在内心之中对铁木真这位兄弟、这位安达，实际上还是存有非常大的善意。但凡扎木合当时有恶意，以当时扎木合部族的那种战斗力，他派出人马对铁木真进行追杀，铁木真、啊、虽然说有一万多人，但是很难抵御的。 即使当时扎木合就算不愿意对这个铁木真痛下杀手，他完全可以派出使者啊，对铁木真那种不辞而别啊加以问责啊，加以责难啊啊加以羞辱啊。铁木真之所以敢走敢离开，我觉得啊，在当时他的心中，他还是深信深信什么呢？扎木合这位安达肯定会意念和自己的兄弟情分，绝对不会做出马上翻脸的这种事情，所以当时铁木真才敢。 放心离去，确确实,实实啊！如果我们仔细啊回溯这个历史，人世间那么多生死患难与共这些兄弟，往往啊都经不起现实利益的考验。日后这两个人再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战场敌人了。而对于铁木真来说，这次他和扎木合这种分道扬镳，对他来讲绝对是有里程碑样的意义。从此之后，铁木真一步一个脚印，彻底迈向成功之路。 最终呢，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伟大的帝国。讲到这儿呢，我还是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简单讲一下扎木合这个人他的身世，因为这个人的身世啊，历史记载啊，往往比较简陋啊，简单。因为扎木合这个人他是失败者嘛，所以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啊，都是非常模糊、非常含混，有的时候呢，甚至非常矛盾。扎木合这个人呢，出生于扎支拉布啊这个贵族家庭。 他所在这个家族呢，一直是这个部族世袭的统治者。根据元朝秘史记载呢，扎之拉布的祖先呢，他们的名字叫扎之拉歹。扎之拉歹呢，据称是那个伯端察尔他强的一个乌梁河氏的孕妇啊，这个孕妇生的。而这个扎之拉歹在当时的部落当中呢，啊，就等于是这个外人的一父子。因此呢，这扎之拉歹他的后代。 就一直被称为呢扎达兰布，法国有个历史学家叫伯希和的，他就认为“扎达兰”这个这个词儿啊，是突厥语亚特，亚特是意为外人，加上突厥语“哈然”就荷兰啊，这个意思是人的意思，等于是一个复合形式。这个记载鉴于伯希和写的那本书《圣武亲征录译注》，所以呢，扎之拉布啊，也就是扎达兰布。这个部落，在辽朝末年就已经相当强大了。 以至于当时的辽朝曾经多次派兵啊征讨他们，到后来辽朝灭亡啊，那耶律大石西征的时候，在漠北大会十八部王中，其中就有这扎达兰部。由此可见呢，扎达兰部是蒙古诸部当中一个非常古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分支。而扎木合呢，就是啊出生于这样一个部落的世袭的汗王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他的血统是非常高贵的，他的地位也是非常显赫的。 如果我们读《元朝秘史》，那第四十节其中列有从扎治拉歹到扎木合这五代的世系，而这扎治拉歹他的父亲伯端察儿又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先。但扎木合呢和成吉思汗这两个人年龄又相近，他们是同时代人。如果记载当中的扎治拉歹是伯端察儿的儿子的话，那显然史书中呃、啊、记载的扎木合五代世系啊啊等于就是不全的，其中还差了几代。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也许就是因为扎木合他被杀之后啊，没人能够记全他原先家庭所有的世系。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说他们这个部族内部的仇杀啊、丑闻啊，啊对这些记载啊、对一代一代的这个传递，啊，可能是有所避讳。而对于扎木合这个人早年的情况，史书记载也非常少。元朝秘史中就记载过，成吉思汗、铁木真啊，少年的时候曾和这个扎木合结为安达。 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两个人少年时代、啊、确实有过交往。这段记述呢，我们可以看《元朝秘史》的第一百一十六节。而在一二零三年，铁木真呢还曾经派人，那阵儿他和扎木合打起来了嘛，就责怪扎木合说：“你看先前我们两人在王涵回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就看我们俩人谁最早能够啊这个喝到王涵啊赐给我们的青中酒啊，谁喝到了啊，谁当时一天特高兴。” 这段讲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扎木合也曾经依附过王罕，和这个铁木真一样。当时王罕应该是蒙古大草原上最牛的主。如果我们读蒙古历史呢，我们也知道，在铁木真祖父忽图拉汗死之后啊，他们这个部族内部也出现了分裂，所以到了铁木真父亲也速该时期，蒙古部族联盟啊已经出现这种爱瓦解的态势。恰恰是在这个时期。 扎木合所在那个部族扎达兰部呢，就开始日益强大。所以在十二世纪七十年代末，扎木合和王罕一起帮助铁木真攻打那个密尔起部。那个时候呢，他手下就有两万多的这个强大的军队。而这军队当中的不少人呢，啊，都是铁木真他的祖父啊，他的父亲啊，乞颜部的部民。因此，在当时呢，扎木合才会对铁木真说出这样的话：“安达的百姓在我这里有。” 而且呢，他还能从起颜部部众当中组成一万人的军队。这种技术呢，我们可以参看《元朝秘史》第一百零六节。所以，当时的扎木合他的势力呢，已经和王啊相当了。当初王涵也是派出两万人，啊，扎木合也是派出两万人。蒙古部落联盟时期，斡难河上游有个选汉圣地，前面咱也讲过，呼儿花纳黑川，这里呢就成为扎木合他的大营盘。 呼尔忽纳黑川啊，如果我们看原始当中、啊、记载，一个地方叫火呼尔呼纳药部儿，也是指这个地方。由此可见，扎木合在当时啊，实际上他本人也是蒙古一大部族的一个实际的汗王。而这三部联军大胜蔑尔起步之后呢，铁木真夺回了他的先前被抢走的这个妻子嘛。在此之后，铁木真等于就一直啊和他的安达扎木合住在一起。 这就说明王涵和铁木真啊，当时都承认扎木合的这种合法的韩王地位，而铁木真最后又脱离了扎木合了。实际上，部分原因啊，也是因为扎木合手下那些奶颜部族啊，那些人那些族群，开始逐渐的向铁木真靠拢。正是看到铁木真这个人胸有大志，能够恢复啊他们起颜部的族昔日荣光，有这样的势头啊，这些人肯定慢慢就又重归于铁木真的麾下。 重归旧主嘛。原始彩蛋，窝阔台大汗戒酒。窝阔台大汗这个人特别喜欢喝酒，动不动就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完全不加节制，导致他身体呢就越来越弱。特别是到了晚年，窝阔台啊，这个天天和大臣们畅饮，一喝就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他手下大臣呢一律楚才，就劝谏他，但怎么劝谏都没用啊，还是就好这一口，有酒瘾。 有一天呢，耶律楚材就指着这个木酒桶上的铁箍，就给这个窝阔台大汗看。怎么说呢？您看，连铁都被这酒腐蚀成这个样子，何况是人的五脏呢？希望您啊少喝酒，最好戒酒。窝阔台当时一看那铁箍啊，都锈迹斑斑啊，都被腐蚀成那样了，他觉得耶律楚材说的有道理，当时大赏，金银布帛，赏给这个耶律楚材了。 那酒喝不喝呢？还接着喝，戒不了。但为了表示对这个大臣耶律楚材画的重视，就每天啊，这个这个少喝三杯，少喝三杯，实际上也没少喝多少。正是因为常年累月的喝酒，这个窝阔台的身体，你想酒精中毒了嘛？因此呢，有一天在狩猎归来的路上，这个大汗又和手下那大臣们一起喝大酒，一直喝到深夜。结果呢，到了第二天早晨。 当大臣们去夜见他的时候，结果一看那哥们儿已经是驾鹤西归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六岁。 我们上一集就说到，铁木真呢带领自己的族人，就离开扎木合了，趁着昏黑的夜色走了。当时呢夜色很沉，铁木真的部族的人呢拖家带口啊就往外走，误打误撞呢竟然进入了宿敌太赤乌人他们的营地。深夜之中，忽然看到连片的帐篷，铁木真当时也吓了一跳。 谁料想，太初人呢、啊？当时啊，你想，绝大部分人吧，都在熟睡。忽然得知有大批人马忽然闯入营盘，大黑天的，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啊，还以为是敌人有目的的偷袭，一时之间惊慌失措，仓皇逃窜。没来及逃走，的那些人只能是乖乖做了俘虏。 那些有命逃出去的呢，后来得都投奔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扎木合。铁木真和他的族人在清理这个太赤乌人逃跑后留下的营地时呢，发现了一个叫阔阔出的小男孩。当时太赤乌人跑得太急，也不知道谁家逃命的时候啊，反正什么都不顾了，就把这个孩子遗弃在营地。铁木真的母亲贺额伦看到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呵，长得也挺好。 马上就把他收为义子。我们要知道啊，蒙古人啊，作为当时的草原民族，实际上还特别喜爱收养啊，呃，各部族啊，不同部族的这个孩子，以补充自己部族人员的缺少。铁木真的母亲赫额伦确实母爱无私。早在先前这个铁木真攻打这个蔑儿乞人的时候呢，他就收养了一个叫曲出的小孩儿。 在此之后，他又陆陆续续收养了什么石杰呼土鲁啊、啊博尔呼啊这两个孩子做的这个义子，收养不同种族、不同部族他们幼儿的这件事儿，如果熟读我们中国历史啊，特别是封建王朝的历史，都会觉得、呃、挺奇怪的。但凡我们、呃、中国这个汉族的，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啊、呃，建的国、立的业，开国者呢，一般都会把敌国或者他。 呃，篡掉的这个国家的家族呢，这个皇族啊，啊，整族的诛杀殆尽，目的是什么呢？斩草除根呢、啊，以绝后患啊。哎，十二、十三世纪时期的草原蒙古人呢，实际上他们对于血缘啊，看的并不是像汉族人那么重要。他们就算是亲生兄弟，只要是不在一块长大，也没有啊特别深厚的感情。反而呢，和那些从小一块长大的，不管相互之间有没有血缘关系。 甚至是敌对部落仇人的儿子，哎，只要是到自己家之后，都会对待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密无间。而且呢，蒙古人在战争过程当中啊，基本上是不会伤害敌对部落的儿童的，哪怕俘虏了和自己这个部族有深仇大怨的人，他们的孩子也不会杀掉。为什么呢？就是对于当时草原部族来讲，人口和牲畜实际上都属于财富。 部落之间的战争呢，实际上都是那些贵族啊、奴隶主啊之间他们的有目的的战争。他们征杀的目的就是争夺人口、牲畜，包括财富，还拥有呃这些这个人口、牲畜、财富的分配权，而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毁灭掉啊，无论这个大人小孩都消灭掉，不是的。特别是没有了人口，这些奴隶主之间啊，这些贵族之间的争夺就失去意义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铁木真征服蒙古各部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蒙古草原分配权的争夺过程。最后呢，人还是那些人啊，只是他们换了不同的汗王而已。在越来越多被铁木真征服的部落当中呢，大部分的成年人这肯定遭殃啊，有仇有怨的，该杀的都杀掉了。不少孩子呢，肯定都失去了亲人。但确实有个别的孩子，因为人生啊家庭重大的变故，对他们来讲迎来了崭新的起点。 这些幸运儿呢，就包括被铁木真母亲，呃，合额伦收养的那个四个孩子，啊，就这位伟大母亲的四个义子吧，库克出、博尔忽、世杰忽突忽，还有那个曲出。这些孩子呢，既然被铁木真的母亲赫额伦收养了，就意味着他们肯定在这个铁木真的黄金家族中长大的，啊，就等于是和这个赫额伦呢。 波尔铁啊，就是铁木真的母亲啊，和他妻子啊，啊，包括铁木真他自己的孩子，啊，他自己那些亲近的这个他们这个家族的那些小孩一块长大的，什么术赤啊、察合台啊、窝阔台啊、拖雷啊，你想从小和这些人一起生活，一起长大，后来呢，随着铁木真的事业越做越大，那些孩子的人生呢也会变得更加耀眼夺目，他们就陆续呢，啊、呃，成为以后蒙古帝国的中流砥柱。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蒙古人的名字啊比较容易弄混，特别是翻译到汉文之后，博尔忽和博尔术不是一个人，但他们呢又同属蒙古四杰。博尔忽这个人就是这个合伦的义子，在有些史籍当中呢，呃，我们汉语啊又被翻为什么博罗忽勒、博罗浑、呃博鲁欢啊、博罗浑啊、什么博鲁温等等等等吧。 我们但凡看原史、看蒙古史，发现这些人名实际上指的都是博尔忽。铁木真呢，这次离开扎木合，毅然出走，确实就决定他本人和他家族的命运，实际上是一项非常非常重大的抉择。其中呢，还包括许多那些下决心啊一定要追随他的那些族人的命运。根据蒙古秘史记载，有关这段历史啊，就不厌其烦地记载了当时追随铁木真的那些人的详详细细,细的名字。 由此可见，铁木真离开扎木合这件事，在蒙古帝国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追随铁木真出走的呢，不仅有他本族，就那前部的族人，还有前部以外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啊，周围其他不少部落呢，也先后啊前来投奔铁木真。其中有影响的头领呢，有四十多人。这些人呢，分别来自二十多个部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蒙古四狗。 啊，哲勒蔑、素不台、忽必来啊，包括后来归顺的哲别，这四个人呢，就成为啊成吉思汗他的麾下最著名的将领。狗在我们汉人语境当中啊，实际上有侮辱之意，但是“狗”这个词在蒙古语中含有忠诚之意。狗为忠友，马为伴友，因此在蒙古语境当中，啊，特别爱用狗和骏马来形容和比喻忠臣和爱将。所谓的四狗。 如果转换成汉语语境，啊，就等于是蒙古四位忠勇大将这样的意思。我们看这个史书就会发现，在古代社会，有的时候为了凝聚人心，古人呢总爱利用神谕来制造预言、神话呢，他们推举出来领袖人物。汉人社会如此，草原上那些少数部族，他们也是这样。困了呢，就来枕头。啊，既然要当前不真正的韩王，就需要一个神话自己的人。 恰恰在此时，在陆续投奔这个铁木真的人中啊，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谁呀、啊？霍儿赤。霍儿赤，他本来是属于扎木合部落联盟中那巴林部的啊头领。谁料想呢，在一天深夜，他忽然率领一众人马离开扎木合的营地了，前来呢投奔铁木真。霍儿赤在蒙古各部族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当时这个人以什么呢有名呢？能言善辩，就这个人特别会说话。 所以说，当时蒙古诸部都传说啊，他的舌头是九只神鸟所幻化的啊，确实与常人不同，特别伶俐啊，特别能说话，特别能巧言，谁见了他都会被他捧的吹得云山雾罩，马上都飘飘然了。因此呢，忽儿赤本人也是洋洋自得啊，把他自己啊称为吉祥鸟。得知忽儿赤这个人来投奔自己，铁木真当时是计上心头，马上派人。 燃起巨大的篝火，把自己大帐的大门打开，召集众人，那些酋长啊，那些重要的这个部落联盟中的那些将领啊啊，那些部众吧啊，一块儿来开大 party 大宴会，欢迎霍尔赤。铁木真的还挺会演戏，当着众人的面啊，他这个先是脸沉沉的，就以责怪的语气啊，就对这个霍尔赤讲：“哎，你大老远来投奔我，我本身啊还是挺高兴的。” 但毕竟你是扎木合的亲族啊，扎木合跟我又是安的，我都不好收留你啊？霍尔赤什么人？他早就料到铁木真有这么一问，于是他就跪在当地，指天画地。很早以前呢，我们这个部族的始祖波端查尔啊，抢了这个乌梁河族的啊一个女人，先后呢就生出扎木合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所以呢，我的祖先和扎木合的祖先属于异父同母。从这方面讲，确确实实。 我和扎木合的血脉要比我和您啊亲近得多。依情以理呢，说实话，我不应该啊背弃扎木合来投奔您。但我为什么现在来了呢？就是因为昨天夜里啊，我接到了神明启示。我当时看到一头雪白的母牛围着扎木合这个房车啊还在那转悠，然后猛地一头撞了上去。这头牛呢，不仅折断了一只这个犄角。 当时还大发怒气，他一边用蹄子刨土扬到扎木合的身上，一边还冲着他大喊：“还我脚来！”我忽然一扭头，又看到一只没有脚的白色箭牛，背上啊驮着那个大帐下那种木桩，紧紧跟随在铁木真您的这个车后。而且呢，这牛还大声叫唤：“长生天以命铁木真为重，打打子民之主，我今天便载着此国大运而来，往铁木真的大帐送去也。” 霍尔赤这一番话语呢，说的铁木真和他部下那些族人头领一愣一愣的。他一会儿啊说见到扎木合被一头母牛顶，一会儿呢又忽然看到一头贱牛给铁木真呢拉车送东西、哎。到底是他亲眼所见呢，还是做梦瞎说呢？霍尔赤又接着讲，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我昨晚的一个吉祥的梦境，但实实在在,在啊，那梦境跟真的一样，肯定是长生天啊就给我预示。 让我把这种神明的这个意思啊，转告给众人，这是吉兆啊。所以呢，我把这事儿和我们部众里所有那些老人们一讲，他们都觉得这个预言啊必定是真实无欺，所以他们才共同推举我，让我带着啊、哎、我部族的部众前来投奔您。当时这霍尔赤是指天画地啊，信誓旦旦，把自己昨天的所谓的个梦境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而且他现在还真不是一个人来，而是率领了一帮。 他自己的亲戚族人一道呢来投奔铁木真，由此就更把众人啊唬得一愣一愣。所谓这长生天托梦这番话，百分之百肯定这霍尔赤他自己编的。但重要不重要呢？不重要。最最重要的是霍尔赤呢，作为当时啊一个在蒙古驻部，大伙儿都知道的巧舌如簧的这样的一个人精，当时啊他就能够察觉出来，铁木真呢即将崛起。 肯定能成为大草原上新的霸主。为了自己和族人的前程，他就有必要打提前量，先来投奔铁木真。自然了，其中的有的原因呢，肯定呢林林总总。比如说，这霍儿赤和他族人，他们在扎木合那里受到曼代啊，扎木合手下那些人欺负什么什么的，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在这个时候呢，铁木真刚刚聚拢起他们前部的这些部族，虽然说进来投奔他的人也不少。 但是来源呢、啊？这些人啊，挺混杂的，他就急需树立他自己那种绝对的威望，由此来稳定人心。所以说，即使在内心深处，铁木真自己对忽儿赤啊这番说辞也是半信半疑。但他深知，他自己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这样有力的神域舆论来凝聚他手下的部众。看到坐在上座的铁木真好久不说话，一直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那这忽儿赤。 接下来又会如何表现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原始彩蛋，元朝与数字七的不解之缘。我们中国人对数字迷信啊，实际上由来已久。我但凡外头住酒店，只要是这个房号是十三，我怎么也得这个求对方，这个求前台，你给我换了，我不喜欢这个数。反正这跟心理有关吧，也谈不上是什么迷信。 特别是你看，现在跟数字沾边的，无论是手机号还是车牌号，六八九这些数字肯定最热门的、嗯。这些数字要弄个车牌，你肯定还得花高价去买。那蒙古人呢，对这个数字方面有什么喜爱，有什么厌恶的吗？哎，蒙古人呢喜酒厌期，你要知道元朝人重酒误期，你就能把它当做这个呃鉴定元青花真伪的最简单的方法。元青花那瓷器啊，它那纹饰。 那个装饰的层数挺多的，少则三五层，多则八九层，但七层的几乎没有。所以呢，但凡大伙儿以后去什么欧洲啊，去阿拉伯地区去淘货，看到有七层纹饰的元青花，啊，绝对你要小心，呃，应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假的。 那么上一集呢就说到，啊，本来是这个扎木合亲族的那个叫霍尔赤的，率领他自己部族的一群人前来投靠铁木真，而且呢，霍尔赤还当众表示，啊，自己为什么来找铁木真啊？就是我接到了神谕，我做了一个梦，这个神托梦给我啊，让我来归顺铁木真，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眼看坐在正座的那铁木真呢，良久不发一言。 按理说，霍尔赤这个时候心中啊应该打鼓，应该害怕才对。为什么呢？按照当时草原风俗，如果奴仆背主，或者是卖主求荣，接受一方的这个头目，非常有可能把前来投奔自己的这种人杀掉，以此呢来显示出对天伦人道的这样的敬重。那当时沉吟不语的铁木真，他是这种想法吗？肯定不是。跪在帐前的霍尔赤。 忽然之间，他大大方方，他又站起来了，自己呢，哎，还拿起一盏酒，还边跳边喝，径直的走到沉吟不语的铁木真面前，大大咧咧，还就问：“长生天降下神谕给我，等你以后啊，成为真正的国主大汗，你要怎么回报我，才能让我快乐呢？”听忽而赤这样一问，铁木真呢，忽然开颜大笑，哈哈大笑。 就回答说：“如果你的预言成真，我封你啊做个万户官。”霍尔赤这个人呢，对人性说句实话，理解的还挺透彻的。听铁木真如此说啊，当时呢，他还表示出不满意：“万户官远远不够，你要答应我，将来要选三十个最漂亮的女人给我做妻妾。还有一件事儿，一旦处理这个国政大事儿，即使我有的时候罪不择言，你也必须对我要言听计从。” 霍尔赤啊，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跟随他前来投奔的铁木真呢，他的那些族人头领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就觉得霍尔赤啊蹬鼻子上脸啊，太过分了。谁料想，铁木真呢不仅没恼怒，当时还非常愉快地答应了霍尔赤的请求，而且呢还亲自举杯向他敬酒。随着霍尔赤和他这些族人的投奔呢，铁木真的势力就一天天壮大。 就连好久啊，先前跟他没什么联系的，他的几位近亲，就蒙古乞颜部首领也前来归附他。其中呢，有铁木真的叔叔大礼台，他的堂兄弟呢胡察儿。这胡察儿是铁木真另一个叔叔啊，这个捏坤太师他的儿子。此外呢，还有主儿乞氏的首领啊薛扯别乞，还有这个太初，以及铁木真祖父忽图拉汗另外一个儿子阿勒坛。 这个人按照辈分呢，也是铁木真的叔叔。我们要知道，先前自从铁木真的祖父忽图拉汗死之后啊，实际上起源部族内乱就一直没有停止，就连起源部本族实际上也属于分崩离析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当时各个部落他们实力也不相上下，因此各个部族的首领啊都难以服众，一直没办法啊选出一名众望所归的这样汗王。 因此呢，这么多年来啊，不少首领呢就只得去依附泰赤乌部，还有那扎达兰部。如今呢，看到有勇有谋的铁木真崛起了，就让乞颜部部族的这些人呢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自然想铁木真扛起振兴乞颜部这样的重任，将各个部落呢收拢到他的大旗之下。当时呢，如果在乞颜部内部，如果是这个论资排辈的话， 大礼台、呼查尔、薛扯别起、泰出、阿勒坛，这些人论资格都比铁木真的资格要老，尤其是那阿勒坛，你想他是这个呼图拉汗，他的亲儿子，啊，铁木真的叔叔啊，实际上是更有资格做起颜部的这个韩的。为此呢，铁木真也是做足了礼数啊，一开大会就假装说自己呢要推举这个推举那个当韩王啊，我给你们这个充当这个顾问，充当助手。 但当时都被这些人一一谢绝，为什么？就这些人确实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对此是一一辞让。最终众人商议，全力推举铁木真作为起颜部的汗王。汗王的宝座呢，终于落到了铁木真的哎屁股之下。于是呢，众人对天盟誓，选择良辰吉日，大伙儿一起跪地啊宣誓向这个铁木真的效忠，拥戴他呢作为起颜部的汗王。 这一年呢是哪年呢？公元一一八九年，铁木真当时呢二十八岁，自己做了这个乞颜部的汗王之后呢，铁木真马上做出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迁徙自己的部族驻地。铁木真当时的营盘在哪儿呢？在乞木尔河西啊附近的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译成汉语还挺拗口，阿因勒河拉台纳，也就是这个窝难河的上游，在今天蒙古肯特山东北。 啊，现在叫库门山啊，那个附近，他当了乞颜部的汗王之后呢，就觉得啊这一带呢地方太狭窄，于是呢就率领自己的部众迁往克鲁伦河上游谷地。由此可见，在公元一八九年，铁木真呢被他的部众推举为蒙古这个乞颜部的汗王呢。其中呢那个预言家霍儿赤，说句实话，这个人居功甚伟。霍儿赤这个人能说会道，人缘要好，而且他的名声也挺大的。 正是因为在他的多方说和之下，铁木真的那些啊比他辈分大的那些族属啊，就是那些呃部族酋长，才会诚心诚意的答应推举铁木真当汗王。铁木真自己在称汗之后呢，还果然应了那霍尔赤啊这只人形大吉祥鸟他所说的那些话，就连铁木真自己都把这霍尔赤呢当做一个大巫师来看待。日后呢，但凡有征战杀伐，在事前啊，铁木真必须把他找来。 让他占卜修究。后来，铁木真那不成为成吉思汗了吗？立国之初，他就大封有功之臣啊。当时就封这霍尔赤啊作为韩国的第四千户官。不久之后，随着铁木真的势力越来越大，啊，他还真不识前言，正式下敕令，允许霍尔赤呢可以娶三十个美女为妻。霍尔赤原先他所统领的他的那个巴林部没多少人啊，只有三千人。 在此之前呢，铁木真已经命令先前归顺的两个部落头领，一个叫迭该，一个叫阿失黑，就命令这两个人呢共同管理四个部族，就是阿达尔金呐、啊、赤纳斯啊、托列斯啊啊，包括是个什么铁良古替这四个部族。为了赏这个霍尔赤，他就任命霍尔赤为林木中万户长，就再把、啊、迭该和阿失黑。 他们管理的那些百姓和部族全归霍尔赤管。同时呢，铁木真还给这霍尔赤呢赐了一个尊号——别起。别起在蒙古语当中啊是元老的意思。但凡人拥有这个尊号，就可以穿白衣、骑白马啊。他的地位在各个部族的头领之上。国家但凡有大事，别起呢还可以主持议政。铁木真对这个霍尔赤啊。 你看，又赐尊号，又赏大官，又给了他不少部族百姓来管理，哎，这些按理说都没问题的。但铁木真呢，允许霍儿赤可以找三十个美女作为妻妾，这个诺言却给铁木真呢带来了挺大的麻烦。现在自己都是林木中万户长啦，这个霍儿赤啊又是色迷心窍，膨胀了。膨胀之余呢，他就利用他自己的职权。 到哪儿呢？到野尔底石河上游那些林木中部族中去选美，实际上就是到那里强抢美女。他这个行为呢，当时就激起那所谓林木中百姓的那些人的反抗，特别是这个突马替部啊，有一个叫塔尔浑夫人的啊，这个人啊特别厉害。塔尔浑夫人呢，就率领族人表示坚决不从。 因此，在霍尔赤啊，他自己那不进入林木中啊，那些部落、那些百姓当中去选美，美没选成，他本人呢都被这个兔马替部强行扣下。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这个林木珠部落头领的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呼都河啊。他和铁木真还是亲家，他就前去救这个霍尔赤，结果呢也遭到扣押。眼看霍尔赤被扣押，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铁木真大怒，马上派出他自己的义弟。 蒙古四杰之一的博尔忽率领兵马前去征讨，结果呢，博尔忽轻敌，不幸就被这敌人包围了。啊，在期间呢，英勇战死，博尔忽都死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那肯定要用更多的武力解决问题。最后呢，铁木真又派出自己手下两员大将，啊，率领重兵讨平了这个林中百姓的这些叛乱，杀掉一大批人之后，啊，幸亏那个霍尔赤、那个忽都和两个人还都没死。 最终呢，把这两个人也解救出来。按理说，这个霍尔赤啊，这没事找事儿啊，就为了这个挑选美女挑起了战乱。按理说是应该受到责罚的。万万出人意料的是，铁木真呢，当时就认为这霍尔赤啊是神谕传言人，亲自下令从兔马梯部族选出最漂亮的三十个姑娘，马上赏赐给霍尔赤啊，给他做妻妾。这种行为呢，等于就完成了铁木真啊最初对霍尔赤的一种允诺。 忽而赤呢？你甭看这个人是个色鬼，但他绝对不是个草包。之后他跟随铁木真啊，一直南下，攻伐金国，进军西夏，而且还参加了蒙古第一次西征花剌子模那样大的军事行动啊。期间呢，他还立有大功。铁木真称汗之后呢，第一件事就建立他的正式管理班底，于是呢，着手构建了大乌尔朵。什么叫大乌尔朵呢？这个蒙古词语的本意就是容纳很多人的超大蒙古包。 进而呢，就引申为多人议政的这种大的机构，实际上就是铁木真的蒙古汗廷的雏形。铁木真的这大兀尔朵，等于就是综合管理什么部族军事、民政啊、经济啊，等于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在茫茫大草原上，只有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才能生存下去。铁木真呢，肯定回想起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多苦啊！还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在那个时候呢，博尔术。 折勒蔑这两个人呢是给了他极大的帮助的，因此他称汗之后还封赏自己的班底啊，首先想到就是这两个人，委任这两个人做自己的左膀右臂。接下来，铁木真呢还建立起他自己的贴身卫队，这个卫队就是蒙元历史中赫赫有名的怯薛军。怯薛军的名目挺多的，什么叫火儿赤啊？火儿赤就是佩戴弓箭护卫可汗的这些人，云都赤是带刀侍卫可汗。 博尔赤主管善事啊，就管这个大汗吃饭的；火拟赤呢负责牧羊；阿黑塔臣管理驾车；阿都乌赤呢就负责牧马。所有这些词语呢都是蒙古语的汉语转译，因此呢，我们读啊蒙元的史书啊，看到这些词儿。 可能梅老师不解释的话，你会云里雾里。什么叫阿黑塔臣呢、啊？什么叫阿毒雾翅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词儿啊、哎，等于这些都是蒙古汗王，包括后来元朝皇帝的他贴身侍卫的啊这样的名称。而所有这些被任命为汗王啊这个禁卫军的人呢，大多数是武艺超群，而且一定要忠心耿耿。这些人得到提拔后啊，得以成为铁木真的侍卫和近臣，自然对他就更加忠诚。 铁木真如今被推举为这个起颜部的汗王，他还必须要得到外部的承认啊，否则就等于是关门做皇帝，那等于是自娱自乐了。而在当时的蒙古大草原上呢，有不少强大部族那个首领啊，还必须要得到金朝的正式册封。但铁木真当下的实力也相对还弱小，还不足以引起当时这个金朝这样大的王朝的这样的关注。 所以呢，铁木真首先就要和附近强大的部族先结盟，取得他们首领的认可。于是，铁木真当时就派出了两路使者，一路呢就前往克烈部首领王涵那里通报自己称汗这件事儿；一路呢去扎达兰部啊，通知他的好朋友、好兄弟扎木合。铁木真派去到克烈部见王涵那使者呢是达海和速格该这两个人呢，跋山涉水吧，最终见到了王涵，详细介绍了。 铁木真称汗那个情况，王汗一听说自己这个义子干儿铁木真做汗王了，非常高兴。王汗之所以高兴，因为在当时啊，铁木真那势力啊，对王汗基本构不成威胁啊。对王汗来讲呢，等于自己又多了一个左膀右臂，于是他就非常热情的对铁木真派来这两位使者就说：“听到我儿啊，如今当了韩爷了，我太高兴了。希望你们部族永远不要背叛誓言，忠心拥戴铁木真。你们回去啊，替我转告给他。” 我永远支持他。铁木真呢？这两个使者得到王汗啊如此重的承诺呢，自然很开心。我们肯定会好奇，肯定会更关心。就铁木真派去通告他那安的扎木合的使者、呃，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礼遇呢？我们下集接着讲。原始彩蛋，以北八珍是哪八珍？以北八珍在我们中国这个餐饮史上吧，又被称为蒙古八珍，或者叫北八珍，绝对是这种。 非常高级宴席上才用的八种佳肴，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记载，以北八珍呢，它所包括的食品吧，稍微啊是有所不同的，但大同小异。基本上呢会有这个醍醐，醍醐就醍醐灌顶的醍醐这俩字儿，就是指精致的奶酪，驼乳糜，驼乳糜呢就是用骆驼奶制成的奶渣，野驼蹄，鹿唇，这四种是肯定有的。 其余的呢，就还包括融合了汉族传统烤肉方法那种天鹅制，就烤天鹅肉了。这以北八珍呢，肯定还有饮料，什么饮料呢？玄玉浆和紫玉浆。玄玉浆呢是指马奶，紫玉浆呢就是西域葡萄酒。元朝在当时呢，每年六月三号举行扎马宴，八月呢举行马奶子宴会。但凡这些盛大的宴会，以北八珍呢，肯定是当时作为御用的膳食，绝对会出现在那大桌子上的。 前来参加盛会，这些大臣们、贵族们不仅吃，而且这个蒙古大汗、这个元朝皇帝还会把这些东西，哎，赏给他们。 上一集就说到，铁木真被乞颜部推举为这个汗王之后呢，他是马上派出使者，分别呢向他的义父王罕，还有他的安达、他的兄弟扎木合报告情况。王罕方面呢，自然是反应非常热烈，对铁木真的使者呢表示非常高兴，而且会继续的坚定的支持铁木真。那么当时这个王罕是真心替自己的义子干儿铁木真高兴吗？ 也不尽然。王涵的父亲，先前天我们也大概讲了一下，他是克列部的这个头领忽而扎忽思汗。忽而扎忽思汗病死之后呢，克列部内部实际上啊一直进行着争夺汗位的斗争。最后呢，作为忽而扎忽思汗他的长子托里啊，这就是王涵了。最终呢，确立了他自己对克列部的统治权。如果我们看《元朝秘史》、看《史籍这两部史书。 都有类似的记载，但是呢，也有别的史书中记载，王涵的父亲呢，忽儿扎忽思汗死之前啊，他把自己的领地分给了他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弟弟古尔罕。而且呢，在这个忽儿扎忽思汗死的时候，王涵还一度啊被派到边境上去统领部分军队，由此呢，呃，忽儿扎忽思汗另外两个儿子啊，台铁木儿还有布花铁木儿。 这两个人呢，就共同都有汗位。当然了，这种说法存在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呢，就是王涵本人啊，确实就是汗位继承人，当时他统兵在外，就被他兄弟呢台铁木儿篡夺了汗位。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王涵利用手中的军队夺取了本来属于台铁木儿的他的汗位，因为台铁木儿呢，当时在他们那部族啊啊有这个太师之称。 实际上也就是太子之位。王汗本人夺取了克烈部的汗位之后呢，很快就把他俩兄弟，台铁木儿还有那布花铁木儿都杀了。接下来他又吞并了他的父亲留给他叔叔那古尔汗的领地。看到这侄子这么难缠，古尔汗呢就以王汗杀戮这个兄弟为借口，就征讨这王汗。王汗当时呢还被他叔叔打败了啊，一度还逃到密尔起部去躲藏。 在后来呢，在蒙古部乞颜部那个也速该，也就是铁木真他爹了，啊、哎，这些人的帮助之下呢，他重新收复了克烈部众。他这一胜，他那叔叔古尔汗呢就被他赶入到河西地区了。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大概吧，十二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当时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呢还活着。这王汗呢还有一个弟弟叫额尔克和拉，当时一看自己这哥哥，真是逮谁杀谁。 他就逃入到乃蛮部了。乃蛮部当时的首领是谁呢？叫亦南察必勒格汗。他就对王罕啊，当时日益强大的这种草原军事力量感到不安，于是呢，他就支持王罕的弟弟，就跑到自己来避难的这个人，额尔克合拉，给他一部人马，派他攻打他的哥哥王罕。这次战役呢，王罕又被他这兄弟打败了，然后弃国西逃啊，经过西夏、回鹘啊等地吧。 一路跑，他当时就跑到西辽了。大约过了一年之后，他才从西辽东归啊，回到蒙古高原，重新又夺取了对克烈部的这种统治权，又称汗了。由此可见呢，就铁木真称汗的时候，就他在乞颜部、啊、当汗王的时候呢，王翰当时呢也属于这种自顾不暇，所以他就对自己的义子干儿铁木真当汗呢，真心实意地表示支持了。和铁木真的义父王翰相比。 铁木真，还那个拜把子兄弟扎木合呢，他见到了铁木真这两个使者之后呢，这两个使者一个叫阿尔哈和萨尔，一个叫呢查乌尔汗，见到这两个人之后呢，礼遇不高，毕竟自己作为扎德兰部的首领，扎木合啊，对于先前铁木真这位兄弟对自己的不辞而别，实际上还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不管怎么样。 在现在呢，扎木合和铁木真的兄弟两个人还没有公开撕破脸儿，他就不能啊怒斥啊或者大骂铁木真，你怎么能自立为汗王呢？哎，不好这样公开表示。于是呢，扎木合话题一转，就对着铁木真的两个使者就说了：“阿勒坛和忽察尔这两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回再后来之后，带我质问一下这两个人，就这个阿勒坛和忽察尔，当初我和铁木真安的。” 我们和睦相处在一起，我们合营而居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俩人为什么啊不拥立铁木真为汗王呢？我就觉得铁木真安达当初对我不辞而别，肯定就是这两个人从中挑拨离间。现如今这个两人忽然又推举铁木真做汗王，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怒斥一番过后啊，扎木合当时是咬肌滚动良久，话中有话，又继续对铁木真这两个使者又说了。 你们回去帮我带话，就希望阿勒坦、忽察尔这两个人好好遵守誓言。既然立了我安达铁木真啊当韩王了，以后啊千万别再对他三心二意。这些话表面上啊，好像扎木合特别痛恨阿勒坦、忽察尔，啊就是觉得对自己是背叛了。实际上还是他内心之中啊，对安达铁木真的不辞而别，表示出自己这种大为不满之意。铁木真这个两个使者。 回去之后肯定会一五一十把当时扎木合说的话那种表现啊原原本本的告诉铁木真。铁木真本人呢，当时应该正沉浸在自己当了韩王的喜悦之中，心情大好，所以就没拿扎木合的那一席话太当回事儿。从扎木合方面来讲呢，他对铁木真这种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扎木合这个人还是非常重情义的，守信诺的。对于铁木真这个从幼年时代、少年时代。 就认识了安达呢，挺有感情，所以呢，当初他为了救出铁木真的妻子，他就不惜军力，和王涵呢联军啊，毅然而来啊，前来援助。如今看到铁木真的族人和他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内心深处，扎木合啊，也害怕日后铁木真的势力会威胁到他，所以呢，警戒之心，这个时候在扎木合的心中已经是油然而生。没过多久。 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忽然发生了，这件事情一发生，就彻底终结了扎木合和铁木真之间的这种兄弟情谊。从此呢，这两个人就忽然就成为啊势不两立的仇敌。公元一一九一年某一天，铁木真呢手下，呃有个人叫什么呢？叫卓赤达尔玛拉。这个人呢，等于是他主要负责帮助铁木真牧马的。卓赤达尔玛拉弄了一大群马，正在那儿放牧。 忽然之间，就出现一伙盗马贼，把这个卓赤达尔马拉放那个马群啊，呼啦啦一下子劫持而去。而这伙盗马贼，就所谓盗马贼的头头是谁呢？正是扎木合的弟弟代查尔。说句实话，在蒙古大草原上啊，多少年来，几个世纪以来，那些部族之间啊，互相偷窃、啊，互相呃抢劫对方的马匹，这种事儿啊，完全是稀松平常。 如果这个卓赤达尔马拉当时马上啊回到这个铁木真那里，把有人抢马这个事儿，呃，向铁木真汇报，说不定很快啊就会查清是谁干的。毕竟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个人是兄弟是安的，两个人为了这件事掰扯掰扯，说不定大伙儿一聚喝场大酒，呃，这事儿就解决了，而且关系呢可能比以前会更加亲密。而当时扎木合他率领的扎达兰部财大气粗，根本。 就不在乎，那么几匹马、一群马丢了，或者的得,得了，根本就不在乎。扎木合那兄弟代察儿偷马的动机，估计就属于当时年轻人的恶作剧，好玩而已，绝对不是想什么故意挑起他哥哥扎木合和铁木真、啊、这两个部族之间的争端啊和仇杀，有这种这个动机绝对没有。卓赤达尔马拉呢，这个人也属于那种头脑比较简单的主啊，得知自己负责看管的马匹啊一大群马被人偷走了。 当时他就热血上头，于是乎呢，这哥们单人独骑，飞身上马就去追赶那帮啊，这个所谓的盗马贼吧。卓赤达马拉一路上也是快马加鞭，追了大半天，在黄昏时分就远远看到了啊自己负责的那个马群了。同时呢，他就看到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比比划划的正对他身边的一伙人正交代着什么。卓赤达马拉马上就断定。 这个人肯定就是那帮盗马贼的头。于是乎呢，这哥们儿神箭手啊，张弓搭箭，嗖然一声，一下子就射中那个人的咽喉。代查儿就扎木和这个弟弟，平时骄纵惯了，身边又有一伙人保护自己，现在又偷了一群好马，挺高兴的，就想在夜晚来临之前呢，这个扎营休息一下。结果就正好被骑马赶来的这个卓赤达尔玛拉射个正着。 他关键部位就挨了一箭。当时天色已近昏黑啊，这卓赤达尔马拉又是神箭手啊，这一箭就把这个代查尔射落下马。他身旁那伙人当时都吓坏了，不知道对方是谁，更不知道啊黑暗之处、昏黑之处来了多少人来，因此就个个拍马狂逃，根本就没人救助这代查尔。卓赤达尔马拉呢，也是一高人胆大，加上当时他怒气正浓啊，这一下拍马冲过去，跳下马来。 掏出腰刀，就往那个戴查儿脖子上一砍，把脑袋给砍下来了。一口恶气得出，卓赤达尔马拉马上赶着那那群吧失而复得的马匹呢，返回自己的营地。就在当时，当地这卓赤达尔马拉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刚才杀的是谁，他根本就不知道当时他砍下的那个脑袋是铁木真的安的扎木合的弟弟的脑袋。很快，戴查儿被铁木真手下所杀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扎达兰部。 当时扎木合听到这个消息是悲愤交加，啊，拍着胸脯就对手下那些部众啊那些首领就说：“我扎木合对待铁木真啊，绝对亲兄弟一般。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是我出马帮助他呢，收拢失散的部众，帮助他夺回啊被敌人啊掳走的妻子。先前呢，铁木真跟我不辞而别，背弃我离去，我也不计较，我忍了。如今他竟然纵容部下把我弟弟都杀了。” 此仇不能不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当时这个泰赤乌部和塔塔尔部，他们都是铁木真的宿敌啊。于是扎木合马上派人去联合这两个部族的首领，希望他们呢协助自己消灭铁木真。听到扎木合这个请求，这两个部族的首领自然特别乐意啊，他就马上表示追随扎木合要讨伐铁木真。除了这两个部族之外，一起拉斯、乌鲁乌惕。 纳牙琴、巴鲁拉、什么巴林、霍罗拉斯等等吧，这些部族的首领呢，呃，都是应这个扎木合之邀前来助战。人马聚集之后，扎木合呢就组成了十三部联军，这些人呢一共三万多人，向着铁木真的营地就奔袭而来。而在扎木合这个联军当中，有个一起拉斯部的人，这个人也是个小首领了、啊，他叫博突。这个人他和铁木真相处过。 他就知道铁木真这个人啊，非常宽厚慷慨。先前铁木真和扎木合合营的时候呢，铁木真给过自己不少好处。关键时刻，这个博秃呢就偷偷溜出营地，星夜疾驰，就把扎木合已经集结大批人马，迅速杀到的这个消息通知给铁木真。听到这个消息，铁木真也是大惊失色，一时之间冷汗直冒。 他就没料到扎木合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率领十三部联军对自己发动进攻。幸亏你看有这个博突事先通知自己，现在时间再仓促也能预先准备一下啊。而在当时，铁木真的这个营盘呢，共有三十座大营，人马呢聚集起来大概也只有三万多。当然了，有的史书上记载，当时铁木真手下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和扎木合相比，不仅人数少。 铁木真手下不少人呢，还都是新进过来、陆续投靠他的。这些人相互之间呢，就缺乏那种默契的战斗配合。如今敌人即将来袭的消息传来，流言汹汹，铁木真的营地之内啊，当时就弥漫着一股慌乱的气氛。无论如何吧，毕竟提前知道扎木合马上率领这个十三亿前来进攻，铁木真呢，确实也赢得了一定的宝贵时间。得知扎木合联军分十三部来犯。 针锋相对啊！铁木真呢，马上就下令把那些归附自己的各个部族呢，也列为十三个古列岩。这个古列岩也是一个蒙古语，就十三营或十三翼的意思。由此，蒙古史书上啊，就把扎木合和铁木真这次双方之间的战役称为“十三翼之战”。大战打起来，结果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原始彩蛋，句句不提羊，吃的都是羊。 我们要知道元朝，你想他那些元皇帝啊、高等贵族啊，马上民族出身嘛，许多有名的菜肴都和羊肉是有关的。根据《饮膳正要》这本书记载，元朝人呢，呃，烹制羊肉啊，那手法很多，什么蒸啊、烹啊、这个这炮制啊、炒制啊、爆啊、煮啊、熏啊、炸啊等等等等吧。所以蒙元时期，啊，蒙古族那些贵族皇帝吃羊肉，绝对是全羊席。 做法方面呢，也是各种手法的大荟萃、大展示。根据文献记载，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这两个人呢，都大摆过这个全羊宴。全羊宴上的每道菜都不重样、不重味儿，做法也不同。而且从那个菜名翻译到汉语之后，你看不到一个“羊”字。比如说，用羊眼睛做的菜叫什么呢？叫玉珠顶。用羊百叶做的菜叫素菊花。用羊脑做的菜呢，叫烩白云。 用羊骨髓做的菜呢，叫烩凤髓；用羊蹄筋儿和骨髓烧的那菜叫什么呢？蜜汁儿髓筋。反正你看下来琳琅满目，实际上都是羊做的东西，但是呢，没有一道菜上面有“羊”这个字儿。